先出击是好，然后我觉得每个东方西方都有优点，但是我觉得东方的女性更受益筹的是，这个哦，没错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把板子放上去。像通常我们东方人跟男生谈恋爱，然后要结婚，我们是基本上会思考到对方的父母，或者是他们可能不喜欢我这样，或者我不喜欢这样，然后或者结了婚之后，我要不要为这个家工作？我可以为了这个家，我可以放弃我的工作。爱你就等于爱你全家。对，这个西方女生真的比东方女生好像会做菜一点点。我不觉得，哎呦，我不觉得，真的没有。哇，这个菜多少啊？但你会煮那些菜吗？会包水饺啊，什么我都会。哦，你上次给我们吃的那个吗？啊哈，真的。年菜哪一个不是妈妈做的？对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女生就是东方女生反而会做很多很多的菜，并不次于她们，真的。对。可是愿不愿意做，重点是愿不愿意做。对，愿不愿意。而且我们是好像愿意吧，因为我老婆不愿意，不太愿意做。女生是永远都保持这个可爱，所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好像是通常在外国人眼里，因为我们的身材比较娇小。像比如说，我不用讲别人，讲我好了，我自己身材比较娇小。不管我到了哪些年纪，我一定是比卡萨大，但是我仍然可以穿我可爱的裙子。我喜欢穿这种可爱的裙子，我可以驾驭得了，我可以驾驭得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觉得，你们四个要听好哦，他今天讲的是东方女人的特异功能哦。东方女人过了她的年纪之后，她们会越变越小哦。少女的心，我觉得好像又我们又同时我们又会撒娇，然后可以就是把自己年轻少女化。就比如说啊，就从外形上，我去英国，然后我去哪里，然后竟然呢，他们看不出来我几岁啊。然后我去夜店呢，他们就把我拦下来，一定要看我的护照，哎，他觉得我可能未成年。然后也是去买那个纪念品那个酒的一个造型的酒，然后我要去买，不卖给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我没满18岁。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笑的不是他们四个，是朱祖跟那个优酷。而且重点是，我承认我已经30多岁，但是我照样可以摆出可爱的造型来。朱祖，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摆出可爱的造型？然后我们来。朱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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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跟 Kim 来比，你看我们两个谁？我现在我可以摆可爱的造型。你柿子不要挑软的吃。他上来比我年轻啊！没有，因为我那个我们录影之前，我一直看你在那边化妆，是那边直白，我炫你的。哦哟，西方女生有摸过，所以你有做过比较？对，我亲手感觉到的不一样，亲手。什么感觉啊？是有点粗了啦，真的。哇！给你摸。摸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但是皮肤比较嫩，东方的女生。对，我也补充一下，刚刚 Kasia 说的是对的，因为说东方的女生接多到了有一段。真的会有，这么夸张？好像是我们日本教授已经把女人丢掉这个时段，就是变成欧巴桑大妈的时候。我觉得东方的女生真的就已经忘记自己是女生的感觉了，真的。那我宝宝也要小心一点的，我觉得你的笑声，对不对？你的笑声是有一点接近那个。是被逼的，不是被逼的，
笑眯眯的。他跟你一讲之后，猪猪说哦。那怎么办？你们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虽然我们是真的很好的朋友，但是没办法。不能认同这一段。首先，老鸟代表宝宝，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台湾。在我心目中的台湾是，哎呦，小而美的宝岛。真的，台湾呢不单小，真的很美。山美水美人更美，好，好讲，就像我手割了一个小口，马上有急救，马上就人家送药膏过来，急救，急救，这个故事我记得，所以你的那个伤口是有多大？看不太到那个伤口在哪里？哪里？拿放大镜啊！看不太到啊！对，然后我如果说啊，这个要急救送医院，然后太夸张。台湾人一定告诉我啊，从你那个医院出来，你一定要上那家那旁边医院那家地方有一个好吃的。哦，台湾人太爱吃了。可不可以不要去送医院的路上？你去问一下台湾什么地方好吃，人家就会跟你讲。以至于就是你，如果你到了每一个景点，台湾人一定说你一定要去那里吃什么东西。对，你如果没有吃过什么东西，你等于没去那个地方。比如说什么新竹米粉啊，什么那个哪个地方的蚂蟥呐，什么地方的花莲的什么什么椒，对，这样子去吃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哦，台湾人真的很爱吃啊，就最夸张，连 KTV 的那个什么什么牛肉面，还有平蛋瘦肉粥，水饺都好吃。你看，去 KTV 不是去唱歌的，是去吃东西。对，你看，就这样子，台湾饿不死，真的，对，哪里都好吃。连便利商店，你24小时，反正只要到哪里夜市，哇，很全部都是吃。所以真的不是宝岛，而且也是宝岛，宝岛，非常的棒。在台湾3个月，他的娱乐项目，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钓虾。然后你看，他是在那边又可以自己烤，然后在那边可以炒很多菜。你饿了？你看我妈是，我觉得你妈妈好像在那边上班了。你看，我妈跟他家，一手一个干，两个干，然后中间放一个台湾啤酒。然后你如果掉两个，还可以给你鼓励，然后吹喇叭，然后你知道吗？对，真的就是你一个杆子，然后掉到两只虾的状况下，掉两只上不容易，然后就会有音乐，然后有一些音响，就感觉好像你中大奖了那种，然后给你现金。好玩，我自己我都陪我妈去好几次，我妈都两个干一起哦，就是看要掉，就是那种开心的地方。他很丢弃掉了，他很丢弃掉了，他很故意啊，他可以来这边剪一下。宝宝好强啊，宝宝。你的胸部在抱青筋哎，对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胸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凶。现在很多人在挤到有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来。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前凸后翘，但是今天你自己讲的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说分组嘛，然后说好了，然后。这边是大胸组，然后对，刚好他们这样子四个是那个小胸组，是你们四个，根本是他们四个。宝宝今天进来还没有化妆穿衣服，都是平平的。哎呀，换了个衣服，那个胸罩舞。宝宝一向自我良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呀，你在这组就不错了，干脆没给你弄那组去。你说哪一组啊？不要说我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也差不多，你跟莎莎一组也可以。真的，我真是后悔。我都没说让你去跟哈尼坐一组，因为哈尼摸起来都比你们两个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是担任主持人的角色。就是因为我自己，我都个人有体验哈。我小的时候，然后我在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完全没有发育，就发育特别迟缓。后来二十岁的时候，我就谈恋爱，那个真的是可能是就有刺激啊，可能讲我就长得特别大，然后大到真的。
我真的跟你讲，大到什么程度？什么程度？什么程度？没有没有，比这还大哦！太夸张了！你真的大起来了！这是真的，我一点不撒谎。然后我就很就走路都痛，因为他自己是给医生看，医生这样打开，哇，你怎么这么小？然后因为我真的个子很矮，他哇，你这么小怎么会这么大？真的，我那个时候就是等到，因为真的很大，大到那个小叶。宝宝不要再说谎了啦！你然后医生就给我开的那个药丸叫逍遥丸，然后吃把它。逍遥丸，对对，大陆的一个药。吃完就爱上医生嘛。然后就吃完，然后真的那个就小叶也小了，然后我这个胸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叫小叶增生乳腺的一个真的腺体，腺体，对，就真的，因为我看过医生，为什么你们这么相信？真的，这是真的事实。医师有这可能吗？他这个是比较夸张一点。这几率应该很小。通常其实如果说有变化，其实会跟就是女性的月经前后的那样子的变化会比较像。不是前一段时间经常去国外玩，我真的我在这边我再去玩，我都是买在台湾买哦，就买泳衣，一定要在台湾买，因为到外面买不到，因为台湾我家厚，只有在台湾。哎，你不是很大吗？但是也要有一点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也要这样子，因为平常我会穿这样的衣服，然后挤一下。如果你要没有挤，对吧？承认了，承认了。但是我属于刚刚好的，少来了，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。年轻的开始说，年轻的女生特别哈韩、哈日，或者是喜欢欧美的，对，就特别。那我说老的好了，老的可能台湾女生或者什么就不太想。嫁给他们，因为台湾女生比较智力，那老的就很简单的，很多都娶大陆啊，娶柬埔寨啊，或者是东南亚什么泰国、印尼、越南。哦，你看这样更可恨的是，我认识一个，就是遇到一个很老的那个阿威级的，然后就说哇，我很喜欢你们是大陆女生，哇，你那么白白的，然后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？我要求条件不高，不用太漂亮，像你这样就行。姐妹像你们刚才一说谁哪哪里好，你们说哎，你有没有哥哥，有没有姐姐，有没有弟弟，都这样。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台湾人从老到小全部都喜欢异国恋情，真的。对，我觉得不浪漫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所谓的浪漫是浪费加漫长。我跟你讲，因为真正的，因为他是有到这边，如果没有在异国恋，那刚开始，那他在他的国家，你在你的国家，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个机票要多少？那个机票不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那你要那么漫长，你要每一天打电话。之前还好，之前是比较浪费，有岳阳电话，现在信心比较好了，有什么 LINE 之前没有的话，那你要怎么办？然后再一个，你这样子如果吵架或者有问题，比如说那我跟一个亚洲男生比较保守国家的人，他如果打电话给你，你没有接。他就可能在幻想说哇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跟谁呢？你跟谁在玩呢？你那个提心吊胆，你们两个的见面的次数有多大的勇气去马上结婚？你可能要经过漫长漫长，光那个机票都贡献给国家了。我没有哎，我六个月就结婚了。所以我觉得那种。其实浪漫并不见得真的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谈恋爱跟真的结婚生活其实是两回事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就包括你两个结婚，对，你两个结婚你要签证，你都要飞来飞去的，那有多麻烦？还有不一样的生活习惯，而且基本上有一个人牺牲。对，才能够住在一起。没错，这是对的。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也有安全距离，因为我们从小上学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都是老师会教说啊，那比如说有活动空间的时候，我们说啊站起来，然后说大背向前看齐。
对，这就是跟前面的距离，要这样，这可以活动，因为你不会，你再怎么伸不会打到它，对的。那如果说，哎，老师说，哎，开会喽，就是大家我给你们开个会，或者讲一件什么事情，小背看向前看齐是这样，这样的距离，对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，也是会跟人与人之间会保持一点距离，也不会说紧挨着，这是我们上学时候。但你们有听老师的话吗？小时候是有了，然后，但是那你要知道，中国人的排队文化就是零距离，这个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记住。你像我们在，因为人口众多，然后可能是以前呢，就是以前我们的生活很贫苦，然后呢，就是。会就是国家会说分配一些粮食啊，其实不怎么够，资源不够，然后所以就是先抢到先赢。以前是因为这样形成了大家看到好东西或者要去做什么都是用抢的，用挤的，冲的，对，用冲的。现在好一些啦，现在好一些，比如说医院呢，现在也有排队，但是还如果有一些他是排队了，你也是把那个就是看病的那个我们有叫挂号本，你是直接进到医生那里。拍给他放在那儿，然后医生本人不是护士，不是，我们是可以进去的。这不是很有隐私吗？我们那边是这样，因为我的家乡，我不敢说其他城市，其他城市可能会好一些，因为有叫号或者是关起来。那像我的家乡是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不知道是护士还是病人的家属还是病人，都要围在那里面等，而且是把那个挂号本，我们是用写的那种嘛，挂号本排在那儿，然后用这样压着，哦，你不准再插进来喽，这样子压着压这么厚。压这么厚，然后一个个他会从下面拿嘛，所以你要按着，你不要别人串到，你才会看得上病。我真的是真的，对对对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剧，就是你一定要挤要抢，你才能，因为人口真的太多了。太多。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欧洲人的那个会比较近。那像我上次我是去意大利，然后也是第一天到罗马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意大利男生是号称全世界最会调。最浪漫，然后最跟那什么样的男生，然后我跟我的女性朋友，然后我们俩就去，就刚好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俩就去喝咖啡。那是很繁华的一条街，然后我就找那家，哇，那个帅哥真的很帅。结果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啊，真的是哇，超有型，那服务生帅到不行，那个胡子就稍微有一点胡子修得干干净净。点吧。然后。等他过来，然后点餐，然后我们就斜着看，然后结果他是真的又高高帅帅，他走过来了，哈，你就这样子就过来，讲错主题了，这集，又回味到现在，因为他好像是吃东西来了，这里来了，他来了，然后他只是帮你点餐，他的手。他是趴在这个桌子上来，这样转过来，这样子看着你的眼睛。哇塞！他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坐在这边，他就这样子，就椅子，对我就是那个感觉。哇，跟英文一样。他讲英文，你知道吗？他会先夸你哇 beautiful 或者什么，然后说哇今天你要吃一点什么，他的眼睛是直直的看着你，然后我看着那个蓝绿色的眼睛那样子盯着你，我就这样。到底要吃？不是我来吃东西，还是你要吃我呀？真的，那个热情到我的人整个是掉进他的眼睛里面。我说真的，我在想一个服务生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跟我点餐，这样子哎。哇，我整个人都傻掉了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会这男生怎么会这么浪漫？你是去错地方，怎么会这么浪漫？你都去牛郎店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公认的会调情的地方。真的，他点个菜怎么会把我这样子掉进去？真的，因为我也觉得欧洲的男生都很会莫名的，他没有要放电，对，他就是一直在漏电。对，他的眼睛太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时不时就会漏出来，不然装不下。没错。真的，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因为我觉得小女生的个性啊，她比较不成熟。那两个人在一起开心，你要做什么或者什么，你都要任由她的性子。对。那比如说要吵架的时候，
吵架，那他可能是不会管你的感受，也不会坐下来稳稳的跟你交流啊，说啊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怎么去面对，怎么去解决，他会甩着性子就走掉了，哎，所以就加深。那是作为成熟的女生，像我这已经成熟的女生了哈，作为熟女，那坐下来我们就会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，面对这个问题，然后生活上会帮助你。如果是到分手的话，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。半夜三更给他传简讯，就让他去找他，就说你不来我就死，我就死。对，就是这种，或是抛一些歌舞的照片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大半夜的，你说你去还是不去，就是一定要搞成这种，所以他很困惑。那如果是你遇到成熟的女生，我们就会抛一些去夜店玩的照片，跟两个男生黏在一起的。这就是所谓的好吃不粘牙，没有。城市小的城市，我们真的没有。其实大城市也没有提供那个卫生纸，因为人口太多了，用不完。对，用不了那么多。曾经有一个广州还是哪里，就是有我有看过那篇报道，因为他的一天就是一天呢可以用700卷。因为人太多了，因为公共场所的地方，所以你们去大陆一定要带自己带，或者是就是他那个门口都会有那个售票的，就是售那个卫生纸，对，卖卫生纸，对，所以一定要自己带。中国就是现在比较酷的是在那个北京的那个一个公园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是人脸辨识的一个机器。那它酷在哪里呢？就像过海关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出国或者什么都海关，为什么要人脸辨识呢？一个是就是因为我们中国，我都说了，厕所基本上还没有实行，就是全部都是免费的纸巾提供给你。然后我们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比较老的人，他会去扯，像扯很多很多的那个浪费纸巾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就实行了这个，这个是免费的，但是它的功能是它只能出现60到70厘米的，就是刚好你可以用的长度。它为什么用人脸？应该够吧？对，用人脸辨识，因为它限制那个纸的容量，然后再一个，你9分钟之内不可以重复使用。有人说一直在重复，它没有，它是规定哦，你9分钟之内不可以重新排队，不可以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是比较高科技，又比较环保，比较省纸巾啦，这样子的。我觉得这个还蛮酷的，我觉得其他国家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。但我觉得还是自己带比较够用。像我觉得台湾的，我刚来台湾，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现象，我觉得台湾的警察真的很可爱的，然后再不就是像这样子，很小鲜肉型的。对，我觉得是台湾的那个诈骗啊，还有什么电话。对，因为在我们那边有一个顺口溜，说10个弯弯9个骗，还有一个在训练。它是指在台湾，就是我的朋友在台湾有被骗的经验，是他就是那个时候有坐月子嘛，然后就是精神有点恍惚，因为他的婆婆也住院，然后他就是每一天很乱，就是很烦乱，也没有顾什么。然后出院回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人按门铃说啊，那个要看瓦斯，换瓦斯的。他说哇，你这个很危险哦，就是你这个不赶快处理的话就会爆炸之类的。然后他说这个必须得换，然后他就拿了就是差不多就是3000块钱一个，但是要换两个阀，那个阀，然后就换了差不多。他说你如果两个话7000块，对。然后他就想说啊，这个很危险，然后就换吧。然后他自己也在想说，好像没有这个瓦斯公司的人或者亲自说过来这样子，就说啊，你家的电表这一个月好像是特别高，她想说也没有那么高，怎么会这样有人？然后她老公回来说，哇，这个自己去下去买300、500就有了，你怎么会换这样子的？所以遇到这样的诈骗也有。对，当你们到中国大陆的时候，在火车站发生的那个几率非常多。它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就是你去买，可能你要准备很多零钱，然后你会去火车站的附近去买水买什么，或者就是买一定钱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讲，他说啊，这个有多少钱，你就当时你就给他钱的时候，他就会拿那个钱呢，其实看你他的手法很快，他趁你不注意，然后他就这样子扯掉一个边，然后就说哇，这个地方缺了一角哦，你看你口袋里还有没有，你的钱包里还有没有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哎，对啊，怎么会缺一下？因为
钱很多嘛，然后你就在找钱，他说啊，他会顺手这样子把你的钱包拿来，我帮你找，这样他帮你翻，他会把那个钱变少，然后给你放，哦，找到了，他其实他抖出来，但你就在他面前呢，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而且就是火车站附近非常的容易，其实遇到这样的状况下，你就要跟他讲。这个钱，因为在中国的，只要是你没有损毁的一大片一半，到银行，这个钱是可以用的，是啊，到银行就可以换，所以你就可以决定，你就觉得哦，他这个是要骗你，然后你就要说哦，我没有了，就是不要，我就不买嘛。最恐怖的是黄金周十一、啊、那个是真的是，你知道真的是那个全中国13亿口，我们差不多一半的人数都是在移动、啊，7亿人口。对，7亿人口在活动。以北京为例，那大家都喜欢去看中国特色的文化，去看故宫。那以前就是一天的人参观的流量是18万，然后这太多了，然后所以中国就实行就是说限量，一天限量8万人才可以看。对，其实你排队进去。只限每个人15分钟，所以而且是单向的去这样子走，单向的进，不可以双向你或者什么。有的人就是排队哦，排2个小时，也许到你那8万人就没了，就是你就排不到进去了，真的是很恐怖。所以你看他那个现象就是这样，啊，这是你去看的黄金周的时期，你不论是长城还是或者是各个地方的景点，你看不到什么的，就是观光的地方景。你基本上看都是人头，所以你们要注意这样子，就是不要赶在5一或者11黄金周的时候要去旅游这样子。